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。林奕璇在二局上半率先上阵打击，虽然说目前已经是身穿了不一样的球衣，但刚可以听到现场很多富邦的球迷，其实在他上场的时候是给予欢呼跟掌声了。没错，他旁边才变得有人气。蒋浩鑫在第一局用了十六颗球完成了三个出局数，在从新农开始一直到义大到富邦啊，其实林奕璇那一直都在这支队伍效力，一共也留下超过1500场出赛的记录。对，哇，打向投手正面穿越形成安打，林奕璇在二局上半率先上垒，果然这个熟悉的地方打起来最对位。这个有同乡的在加油啊，这个打起来不一样。应该是一个直插球，稍微比较偏甜的位置。蒋浩鑫自己还想要伸右脚去勾，其实还蛮危险的。对，应该是右脚要收回来，不要伸出去。林奕璇这边也行敬礼来庆祝自己的上垒啊。